冲动是惩罚，冲动。哎，对，周二大姐，你先冷静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慢慢给他渗透，啊、对对好不好？我这今天太突然了，这藏哪儿啊？屋里，屋里，屋里，我藏屋里，我还能看见他吗？我藏这儿，哎，这藏这儿，不是，不你藏这儿，那叫藏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别追求细节了，你赶快连字儿。我的妈，这叫啥玩意儿啊？再来。你有多深，我你几分？小美丽啊，是否有兴趣跟你小点哥哥共唱一首歌啊？哎，有个人有心情跟你共唱一首，那个就是门口那家政服务的那个庄园大姐。谁？姓庄，名媛，年方28，长得算朵花。远看大奇葩，近看像大妈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俩长得还挺夫妻相的。住嘴！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吓人呐！我跟你说啊，小美丽，记住了，咱这次上敬老院，那是给大爷大妈下安心去了，不是整一帮人吓唬老头老太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这个形象，我往那一站，就够大爷大妈瞅一阵子的了，是不是？他再往我旁边这么一站，啊，那像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个眼睛一笑就一条缝儿，他那一笑连缝都没有，天衣无缝啊！啊，站在我旁边，大爷大妈一看，知道唱歌，不知道以为我俩唱睡着了呢。小脸。你要不愿意跟他一起唱吧，你就离远点。我离多远呢？我回老家唱去呗。我要是在鹤岗唱，他们能听着不？哎，小亮，先别激动，不眼睛小点吗？化妆不就完了？化浓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怎么说你俩也算是郎才女貌嘛？住口！就讨厌你们这些女的，我告诉你，化妆啊，整的化妆掩盖事实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对。那是化妆的问题吗？啊，他那个形象是化妆问题吗？底子知道不？底子不行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李小脸，打住啊！嘴下留德，玩意儿，嘴下留德，留德，不留，全撅出去。啊？还留德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不是背后说人家啊。就是庄园，他搁这屋呢。来，他人在，他就躲这桌底下呢。就我说啥，他不得听着呀，他呀，啊，这家伙知道的，我俩是要唱歌，那不知道就以为我俩要吃多了呢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已经有我的心仪搭档了。既然不问我是谁，气不气人？那我自己说，秘密。哎，你要不要你那大芝麻脸呢？啊，秘密能跟你唱吗？跟你唱啊，跟你唱啊。正所谓，窈窕淑女，在关关。雎鸠，在河里头，窈窕。哎呀，君子，加油！